师傅，为什么说衣不如新，人不如旧？衣服是新的好看，人是旧的情深。如果旧人回不去了呢？不再理你了呢？曾经沧海。哦，您是说新人没有旧人好？那倒未必，只不过四海列国千秋万载，刻骨铭心的就那么一个，新人再好却往往不想要啊。